真唔 share 噶。啊，我直接嚟講啦，咁咧我哋呢個 part 出嚟啦，咁 part 出咧照快講，我哋冇講時間，因為好嘢。跟住咧呢、這個就係第一個我哋要出場嘅特別嘉賓，呢、這個 part 就係呢個喜馬拉雅嘅蜥蜴。咁如果大家都中意一啲好特色嘅，呢只就超級靚啊 ，MK2 啦 ，MK2 唔係 MK1，MK1，Mini Kelly 1，唔好嗌佢 MK，MK 個都慘。Mini Kelly 1啦，咁咧勁靚嘅蜥蜴。勁靚嘅蜥蜴，嗱價錢我都係要啊店長之後補翻，我哋逐個 ，Hello 阿 Lu， 阿 Lu 繼續搞緊呢、這個特色皮特色皮特色單位啲 friend 繼續講特色單位，咁咧就係喜馬拉雅嘅蜥蜴，Mini Kelly 2，Mini Kelly 1又 2 啦又 ，Mini Kelly 1。Mini Kelly One， 咁呢個就 Mini Kelly One 超級靚。咁我哋講完呢個 Mini Kelly One， 我講下啫，因為所有我都講唔到價錢，店長會補上再擺價錢落去嗰樣嘢度，或者你好急住問咧，佢可以好快咁覆你。下一個，X9 嘅25 ，X9 25，銀色扣銀色扣，咁如果大家都中意25嘅話，呢銀色扣好靚嘅。我之前嗰啲都未睇，唔緊要，你應該一次過睇啊！食飯食完飯之後慢慢睇。我哋都未處理翻啲價錢。好啦，下一個就係店長成日都話要介紹俾你哋嘅鴕鳥，鴕鳥 Mini Kelly One， 冇講錯啦啩今次。MK One 呢個，我要好快咁講完，因為我要趕車啊！我終於可以搭我最愛嘅新幹線。咁好啦，下一個，下一個就係呢只，呢只做驚喜價，驚喜價。係啊，大家睇唱片就係即刻截圖揾啊店長，價錢佢計緊，佢計緊佢 negotiate 緊。好靚啊呢只 ，OK， 呢只超温柔㗎。好啦，下一隻，下一隻係供大家望嘅啫。是不是很漂亮 ?Hello, 妹妹我們繼續這個奇緣很漂亮啊超漂超漂亮的所有都是很精品我整個下午的全部都是精品那網時落到一號的都是精品來的沒有這樣但是這真的很少見還有呢他有個 friend 的大家如果說這些這麼誇張的東西我都是做過幾年就可以就可以買一隻小的回家玩一下這個色是十級靚你都挺開心的樣子新年就你出街會嚇、啊，好靚啊！咁如果你話誒唔係我輸金扣嘅咧，佢都仲有個另外一個 friend 嘅，襯翻你個袋。好得意啊佢！咁咧唔緊要，我哋有兩隻驚喜價啊佢，呢兩隻驚喜價前所未有咁驚喜，嗰陣時呢啲成兩萬幾，我哋今次就真係差唔多。唉，又嗰啲唔知咩 brother 咩松啲啊！萬美松啲啊呢啲，萬美松啲，唔過二啊！係啊，唔過二萬美松啲喎，你唔知道？我知喎，你睇下。係啊，陰公啊真係。咩啊？我有花都眼啊，有啊，咪咪，你睇下我连只俊驹都想带翻去佢啊！我已经遮住咗后面嗰啲好经典嗰啲嘢噶啦。好啦，下一个，下一个啦，日用品，讲日用品，唔好讲住嗰啲咁样成日嗰啲惊喜嘢，嗰啲整日用品先。因为头先咧，我已经成咗有28噶，呢只系28。喂，我想问這個呢、這个咧个色咧系？它是好像一個灰嚟嘅，個曲要慢慢落翻俾。呢啲係28嚟嘅，因為頭先咧阿 Jessica 話想睇，咁樣都講下啦。佢 Epson 嘅，係佢 Epson 嘅，咁我哋 Epson 就難啲，我哋有呢只下一隻，雙屏咩話？
冇群，廿八幾錢 ？Jacqueline， 你要 WhatsApp 店長啊，佢計緊價錢。Hello Lily， 我所有嘢都係過鏡嘅，因為我趕住搭車。啊，店長個價錢會影相，跟住再補翻下面俾大家。Cindy， 我哋繼續啊，繼續嚟啊。好，下一個選擇困難嘅，冇選擇困難嘅，冇選擇困難嘅，直接帶翻屋企嘅，直接帶走噶。咩咩店長成日唔答啊？我諗叫佢答啦。跟住我個 friend 我哋日用品，日用品我哋去玩日用品喂點算啊？店長，日用品啊呢邊咗。係啊，呢邊日用品我都未介紹我個 friend， 我哋都未介紹佢。呢個直情係日用品咧，都係我全部過鏡之後價錢要後補啊！日用品 OK， 好啦，我哋講完日用品有好多選擇嘅，唔好咁 OK。咁跟住咧下一隻呢只咧係特色版，終於有啦！呢隻店長好中意啊，佢猛咁話朱紅呢隻勁靚啊！日本真的很多靚嘢，真係靚到爆炸。我哋都冇 share 個 live 出嚟，諗住大家，因為可能係介，諗住大家可能睇翻重播啦。因為價錢我都未有，所以我想即係等我店長影完相之後補價錢俾大家。好啦，講埋我最後一隻咧，我就完啦。講埋我呢個油王 Be Friend， 咁咧。大家都是油王的好朋友嚟噶嘛，咁就用翻只油王的 friend 啦。咁呢只咧系啦，我戴翻只手套先。今日重點是同佢咩？2024第一個已經唔會嘅。咁我哋講下今日最 highlight 嗰兩個啦。今日就係講喜馬拉雅蜥蜴同埋講呢一個油王的 friend 呢一個鱷魚杜威鑽石球啊，25 Birkin， 我係逼你哋shopping。呢段嘢唔使俾隔離嗰個睇嘅啦，自己睇得啦。睇完直接過數俾店長 ，OK 啦。我哋呢啲省卻咗好多中間嘅功夫嘅 ，OK。Hello Michelle， 咁啊阿油王咧都阿店長話要做靚價嘅，但係嗱唔好擔心我係嗰啲咩頭嗰啲冇啦，呢個直接嘅價錢我可能去到嗰啲乜乜頭啊，但係都係比往時價平咗都有。原價200嘅，唔會200，唔使驚，冇200呢樣嘢 ，OK？ 早知我肯定個價你會有驚喜嘅，你 WhatsApp 店長 ，OK？ 咁呢只你都會有驚喜嘅 ，Mini Caddy One， 係啊，咁我哋今日全部都係呢啲啊，全部呢啲啊，唔知 Vivi 睇翻佢會點咧？咁跟住咧，好啦，咁如果中意玩特色款就帶走佢啦，記住，如果你特色得嚟想要温柔價嘅，就帶走。佢啦 ，OK， 咁咧，呢個咁短嘅 live 就完啦，咁大家可以幫我 share 啦，咁我就要搭車啦，我哋再見啦。咩？喂，你 call WhatsApp 店長，拜拜。